我是湖北襄阳赵克峰，年前政法委书记跟我说，我说徐浩安移交最高检察院正在审理中，要我在家等待。大年初二我回河南娘家走亲戚，2月27日襄阳派出所和公安局追到河南当地派出所，通知我弟到派出所啊，追问我弟我的去向。我弟一怒之下将我护送到北京，当地政府还要到北京慰问我。我是一年的冤案受害人，仍然要制造冤案的公安机关限制人身自由，请有正义感的媒体和爱心人士多多关注受害人的人身安全。湖北省襄阳徐浩母亲赵克峰，谢谢大家。